나 정도면 속주로 쓸만하게. 와, 잭스. 유면지의 그것을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네 마지막 손짓하는 거다. 超薄情绪。 被骂了数三了，武器确实不好打，这里要被连，连该用的。 阅兵线，不喽，喜欢阅兵线。东康 ，please。阿哥你看也是。坏了，被抓了，差一点点。这左翼玩的蛮好的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有时候打武器，你打你 Q 就直接空放，懂我意思吧？哎，不存在的，很多武器喜欢预判你，你就空放，让他自己撞上来就行。就没有剑魔比我更懂打武器了。好吧，滔搏二队青训。药我都不要了，直接换东西。不过这个版本它上线小兵死的会很快，这把应该是要输了。这下路那么逆风，小炮好像上把了。秒就行，彗星可以一套秒啊！彗星爆发是比中国有强。
哎，不过确实挺烦，这打野硬要过来换，他本来这波完美兵线，我是武器我也挺烦的，要不基地现在爆炸吧，我感觉不用等了。 他的闪现是9分32秒，他再过来还是会再被我杀的。我看他进不进草找我，可能会进草找我。不想玩了，现在炸了。 兄弟们，赶紧偷好吧！所有国服玩剑魔的玩家，赶紧偷，兄弟们！ 我这几天要赶紧打。 这把下路确实要记。 fighting啊，兄弟们！赶紧打这个神魔一节奏，神魔一节奏。 这应该不是逃伯乐队的吧？这真是逃伯乐队的，你们在哪看的？武器是职业哥吗？应该不是的，你们查一下。
比赛上艾里倒不会出，但彗星是肯定出的。节奏来了，兄弟们！来来来，先锋结束。这把要赢杀戮稳住就可以了。武器不想玩了。我感觉他应该不会直接割吧？弹幕在乱说。 但是这武器是宗师，是确实是真的宗师武器。哇，太危险了，失误了这。 小炮太肥了，这个没放过来。 이제 우리 종족의 이름을 밝힌다. 윈도우是有，他应该还会再出来勾引我。如果他这时候再回来，那就是他队友来了。 他带的那个星剑，哎，这塞纳别乱，塞纳在干嘛？哎呦，真那个什么，塞纳在搞。 武器这个能闪现，我操！打了一个火，能打了一个吗？怎么下的好像在摆？看来是想赢的有点难。 双杀，下路不想稳，稳不住。 下路先退一步好，有事很想打听。队友，我有这个不用买，我有超人不用买，不用买。我超人不用买是必须，先做这个。
我上路先给压力了，他们两个打不过我现在。能不能发起投降？自己小炮他妈一堆大招，加油加油 ，fighting！谁杀的我？刚谁杀的我？扁鹊杀的我，那还可以接受。开始。不知道能不能起来，这个线带的很危险，因为线很长。这草履，这里。我们两条人，结果加关键，他后面有人，好难枪，我操！这难枪意识是真好，这武器赢在这里面。武器的伤害，你们现在还觉得彗星剑龙没伤害吗？真的，那个爆发很高的，真的很夸张。
兄弟们，我的队友是世界上最好的队友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他们都是最好的队友。下路也是 good 的呀，帅，加油！快快快！我全杀了。他根本就不用过来，队友，哎呦，甚至他们不过来，这个都不会掉的。我试一试吧，兄弟们，我试一试吧。哎呦，真别过来呀！过来干嘛呀？都说了 don't come please 了呀，这辅助故意的吗？不想好好玩？帅！再杀一个，我操！真尽力了 ，Can win 啊！这心态这么差、啊，这下路干狗巴呀！没事，等我黑色出来就好了。这辅助还挂个 JDG， 赶紧把牌子摘了。心态差的一，我操！忠实武器拿下。